他只告诉我，他说：“古人闭关呢，是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呢，是他修学功德成就了，没有人请他去弘法利生。”他已经学习成就了，这个时候闭关。如果自己修行还没有成就，他说你有没有听过？古时候有个赵州和尚，80岁还在行学，到处去参学。为什么？他没有成就，没有大彻大悟。所以还是到处去求学啊！我一听，我哪有这个资格呢？我比不上赵州啊！赵州都没有资格闭关呢，那我当然没资格。所以闭关是自己成就了，没有人提醒他出来弘法利生。闭关就是向大家宣布。我学习已经毕业了，没有地方再学了，毕业了。所以勤教参学的人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呢？谁是善知识呢？闭关的是善知识，住茅棚的是善知识。你到那里去勤教他，他要答不上来，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你可以把他关房门打开，请他出来，我们一起参学，你还不够资格。这个条件才行啊。那第二个条件呢？名气太大了。人怕出名啊，是人怕出名，猪怕肥啊。这出名之后啊，来访问你的人太多了，让你没有时间修行，没有时间用功，你天天应酬。那么这个是用闭关来躲避这些应酬。老师说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啊，那时候我刚刚出家，没人知道我。现在要闭关有一个条件，确实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怕应酬，学业成就不敢讲，但是确实是要有一点时间自己还来用功，不能把时间呢都用在应酬上。那么苦怎么离苦苦的因就是贪嗔痴慢疑。因要没有缘，不会变成果。所以佛家讲因果当中有个缘，因有缘后头才有结果。那个缘是什么呢？缘是烦恼的习气。恼怒怒是发脾气烦恼，这些东西是缘这是里面的缘。缘由内外，外面呢？外面是五欲六尘的诱惑。那诱惑一现前，你的烦恼起来了。
把你的贪嗔痴慢呢勾引出来了，那你就造业了。啊，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还算好，你将来三善到受报。如果是恶业的话，那就麻烦了。啊，恶业将来你要堕三恶道啊，非常可怕了。所以像这些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明了。因没有办法控制，语言有办法控制，啊，所以我们在特别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起贪念就造业；逆境恶缘不起嗔恚啊，真正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我们身心健康啊，啊，健康长寿啊，是人生第一个福报啊！啊，纵然大富大贵，如果身心不健康，那是活得也很辛苦。啊，身心健康是第一福，对，一定要认识。啊，那要靠修养。才能够获得啊！在《华严经》注解里面，啊，观一切法苦，这是第二句。为此菩萨观五蕴诸法，有生有灭。见能逼迫于人，我们就看到此地。五蕴是色、受、行、想、识。啊，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有生有灭就是无常啊。啊，这五样东西构成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人生这个肉身呢就属于色法啊，色有四种现象，也叫你了解它是无常的啊。这四种现象叫四大啊，四大五蕴啊。所以四大是讲五蕴里面的色法啊，物质现象。啊，四大地水火风啊，这四个是讲色法的性质啊，物质，我们的肉身啊，身体在物质上怎么构成的呢？啊，我们晓得人身体的细胞啊，我们的器官，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细胞组织成的，啊，细胞是怎么组成的？从哪来的？
细胞是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电子组成的，电子是基本粒子组成的。现在科学家分了，分到最后叫夸克。我们这个肉身呢，就是这些东西排列成这个身体。那么这些东西啊，这个粒子原子，它听谁的？谁在那指挥它？给注射，它听念头。念头是什么？念叫信息。科学家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物质、能量、信息。能量是它的体，这个信息是它的作用。信息跟物质都是它作用。信息让这些物质产生变化，所以你要给他好的信息。譬如说一个人，我们起心动念都能够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好信息啊，这个身体一定健康啊，不但健康还长寿。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与伦理道德是完全相违背的，那这就是不好的信息，不善的信息，会把你全身这些细胞的时候变成一种不正常的组织。那么你就变成了身体就疾病就很多了。这个现在科学逐渐逐渐也证实了。那么这个道理中国古人就懂得。你比如说谚语里面常讲的怒气伤肝。怒什么？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一不高兴就发脾气了。发脾气你要晓得你伤害别人。只有三分呢。对自己伤害七分呢。伤害什么？伤害肝呐。常常发脾气的是他得病就得肝病。常常有怨气的人。恼人怨人。肾脏有病的，脾胃有病的。恨人，恨人心脏有病啊。那我们在应酬当中，在生活当中，尽量养什么？养心平气和。再大的冲突也不发脾气。对人家修养啊，修养头一个好处，身心健康。人总是和颜悦色，
不但得到别人尊重啊，是给自己带来的健康长寿，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命虽然是有一定的，但是它能改啊。如果命已经不好了，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他的寿命就缩短了啊，45岁，说不定35岁就死了，很多啊。那什么自作孽。如果先行善，啊，佛在经上叫菩萨修六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般若，啊，你能够修善呢，你的寿命就延长了。啊，这些道理都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我跟他的时候是26岁，他老人家65岁。他长我39岁，这是祖父辈的了啊，所以对我们年轻人呢非常爱护，也非常照顾啊，帮我们解决困难，告诉我们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又说了，有时候你求没有感应，求不应，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你自己有业障障碍了。你能把业障铲除，你所求的就现前了世间人常讲啊，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有求必应啊。那求不应的时候，你可不能怨天尤人了、啊、老天不灵，佛菩萨不灵，错了，自己业障没消除，业障消除之后没有不感应，感应道教是真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所以他老人家告诉我，啊，命里头没有财，什么原因呢？前生呢，你没有修财布施啊。哦，我们才恍然大悟啊！那个人命里头有财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这个人聪明智慧高的，他过去生中修法布施。这个人健康长寿啊，他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他得了果报啊。那我们过去生中没修啊，命里头没有啊，你到哪里去求呢？你求不到啊。啊，那怎么办呢？明白了，现在赶紧修还来得及啊！啊，我那个时候是20几岁啊，认真修，修个10年之后，我的生活环境就会改善了。啊，要是一直修下去，那你到后来就越来越好。啊，我明白这个道理。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到台湾来，这一个人来的，没有亲戚朋友啊，没有依靠啊，生活非常艰难的、
啊，勉强啊，过一个很简单、很清苦的生活，我哪里有钱布施呢？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一毛钱可以，啊，一块钱呢，还勉强，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真干。这他教我的。哎，这一毛一块怎么个施法呢？哎，那时候常常到庙里面去看经。啊，这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啊，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经书，只有寺庙里头。他们有藏经楼啊，到那边可以借出来看啊，不能带回去啊，只在那边借着读啊。重要的东西我们带笔记本去抄，看到寺庙里的常常有放生的啊，拿个名单，大家来凑钱。哦，我看到这个，哎，这不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吗？我就出个一毛、两毛、五毛，啊，顶多到一块，我就这样出发。啊，还有呢，印经，印经的时候大家也凑钱，啊，那个时候一块钱也收，啊，不拘多少啊，都收。我就常常有机会做这个事情了。啊，我学佛7年以后出家。啊，一出家就开始讲经，就开始教学。啊，有一点点供养了。啊，我把所有的供养通通布施掉。啊，那个时候我布施三桩事情，都老师教的。啊，第一个是放生，第二个是印经，第三个是布施医药。啊，多余一点钱，那是不能是长期的，大概一年会一次两次。累积下了一点钱，送到医院。啊，告诉医院的有穷人。啊。没有能力买医药的，我帮助他买医药。我就做这三种事情。啊，自己一分钱都不留啊。这没想到就越施越多啊。啊，到去年，我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四库全书》啊，这印经布施啊，是中国的宝藏啊！我订了100套，今年大概4、5月间，他就全部印好了，就交货了啊！多少钱呢？我是用美金给他算的，500万，越施越多啊！那我这100套书，我想送给中国大陆或者是海外啊学校图书馆，这大的小的那就太多了。啊，这个时候的供养进来，那你马上就出去了，多自在呀！啊，真70岁之后啊，哎，确实有点像古人所讲的“心想事成”，啊，都能够满愿。张家大师说的：“我一生做到了。”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对于健康、长寿、智慧都没求。但是我知道，年年都有长进呐。现在84岁了。我寿命只有45岁，差不多多活了40年。很知足了。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73、84阎王不请啊，自己去啊。我到了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话是有来由的。为什么说73呢？孔子73岁走的。84呢，孟子84岁走的。圣人啊。那一般80以上啊，在中国古人讲风烛残年呢，随时都会走的。那么现在这个社会这样乱，生活这么苦，还有留念的吗？没有了，一丝毫留念都没有了。该做的事情都办了，所做已办，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往后的日子，活一天，跟着释迦牟尼佛学嘛，就讲一天经。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一生讲经，不过他不是天天讲，他一个星期讲一次，几十年不中断了。他老人家97岁走的。讲经只停了2次，他就走了。2次就是2个星期。我要追随世尊，追随老师，我活一天讲一天，我哪一天不讲经就走了。除这个之外的，我没有别的事了。老师叫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经上讲得大自在。你不放下，不放下就是苦啊。所以身我们了解了。4大5蕴，这个4大地水火风。地代表物质，它是物质。水代表它有湿度。火代表它有温度。风代表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这个现在科学都证明了。我们中国人讲温度，讲湿度，现在科学讲带电，阴电就是湿度，阳电就是温度，所以火大是阳电，水大是阴电，这是讲基本物质的现象，我们现在讲原子，讲粒子，它有这4种现象，它是动的，是固定的，它不是固定的，它是在运动。人物质现象有生有灭了。精神现象啊，亦复如是。瘦
是你的感受，苦乐忧喜舍的感受，也是有生有灭。想是思想啊，起心动念。我们常讲，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它也是有生有灭。啊，行行是讲不住啊，它不停呐、啊，不能停止啊，这叫行。啊，识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这一切法，就是精神物质的本体，它从哪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是能变。啊，自性呢？自性是能生、能现。啊，阿赖耶是能变。阿赖耶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有生有灭。不但有生灭呢，见能逼迫于人，这个逼迫就苦啊。啊，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能叫你造业呀，造业的工具是什么？我们在忏悔文里念到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那是根，从身与意之所生，你看看，那就是造业的工具啊。我们把身与意业的时候，天天在做造罪业的工具，你说你麻不麻烦？啊，既然造业了，一定干苦，那你就有的受了。我们很幸运，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善知识，少造了很多恶业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呢，逐渐逐渐的明白了一些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比一般人好得多了啊，知道自己这一生的目标跟方向。啊，目标是极乐世界，方向是西方啊，直指西方啊。啊，我们终极的目标，这一生一定要回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啊。啊，中国人常讲落叶归根呢，根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啊！明白了，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就像古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啊，观照就是觉悟啊。啊，起心动念就应该提起观照，我这个念头该不该起？啊，这个念头会有什么样的感，什么样的业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极力提倡帮助一些根熟的同修啊，起心动念呢，不要离开《弟子规》啊，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老祖宗所说的东西全在《弟子规》里头，五伦在里面，五常在里面，四维八德都在里面啊，你只要把《弟子规》落实了，你是标准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标准的好人啊，把感应篇学好，能够防止你作恶啊。感应篇在中国古代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是因果教育，真正懂得因果教育不敢作恶啊，真正接受弟子规的教学，古圣先贤的教学，羞于作恶啊。啊，古时候做人从小他就有一个目标，有个方向啊，到这个世间来，来为什么？为我的家族，光宗耀祖啊，他为这个，为祖宗尊光啊，啊，所以《弟子规》上有两句话了：“身有伤，贻亲忧啊，父母担心啊，你身体不好啊，父母担心，不孝啊。”啊，德有伤呢，那父母羞啊。父母出去，你的小孩怎么会这样的？啊，他怎么能见人？啊，所以贻亲忧啊。啊，这两句是大孝啊。啊，身体要好，德行要好。你的父母在任何地方人赞叹了，啊，你的孩子教得好啊。啊，那么做出这个事业，为社会，为国家，为大众啊，做出利益，这是光大门楣啊，所以传统文化的落实都在《弟子规》。啊，因果教育的落实在感应篇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感应篇应该特别重视。这话不是我说的，印光大师提倡的啊，在近代我们佛门里面最尊敬最佩服的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有这个基础，佛法的十善业你就真能做到啊。那十善业是帮助你提升的。佛在经上讲得好。啊，
人天法，做人，基本的法则，升天。那升天的方法，后头接着说，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这小乘，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十善业道为根本。换一句话说，十善业道啊，是大小乘佛法，各宗派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通通落实在十善业。你说十善业多重要？没有十善业就没有佛法了。有十善业，你是真的在学佛。十善业涵盖了全部的佛法。啊，就像《弟子规》说，它完全包容了中国传统。啊，伦理道德，我们这一代就是因为疏忽了这一点，所以才造成社会动乱了，灾难频繁了。这灾难与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灾难是我们生活环境。佛经上讲得好，境随心转，我们的心善，自然环境就善；我们的心不善，自然环境就不善。啊，自然环境就是中国过去人所讲的风水，风水在人心呢。境随心转呢，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啊，所以风水要不要去找？不需要，心好，你住在那住三年，这个地方风水就好了。你心不好，这地方风水宝地，你去住三年，三年风水变坏了。啊，境随心转，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做出了证明。啊，科学方法证明，外面境界确实随着我们念头啊在转变。啊，我是几十年不看报纸。啊，也不看电视，啊，广播也不听，什么都不知道。啊，可是有一些同学，把一些重要的这个消息信息，从网络上下载给我看。我前天看到一条，真很可怕。科学家提出报告，说地球上可以耕种的土地，叫农耕的土地，60年之后啊就消失了，就是说明6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找不到啊能够种植农业的土地了。60年很快啊。我23岁到台湾，今年84岁，61年了，一弹指就过去了。往下再60年的话，就没东西吃了。这问题怎么办？啊，我看到很多灾难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信息要摆在第一。啊，科学家说话不是随便说的。为什么耕地会失掉了？是被农药化肥所破坏了。那我们只想受一时之力，眼前你得到盈利，往后土地种不出东西了，怎么办？如何能将这些土地里面这些毒素的时候把它清除？我想这些科学家了要在上下功夫啊。土地里面还有水里面啊，那水里有毒素啊，排泄的东西都是化学东西，水又污染了。啊，这些工厂排的这些废水，导致将来说水不能喝了，有毒，恐怕有一天严重的就到什么呢？空气都有毒，人怎么能活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念佛的同学，我们没有能力拯救。那我们只有随缘度日，但是要有高度的心修，那就是无常啊，来日无多啊！啊，要好好抓紧时间，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念佛要多久时间？我们在《净土神仙录》里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几乎有将近一半的那些人数往生的人，他们真正念佛修行，大概都在3年到5年之间就成功了。啊，我记得3年前，深圳有个年轻的人，黄忠昌居士，30几岁。他听我讲经，听得很欢喜，听说念佛3年就可以往生。他就做实验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居士护关，啊，给他修学的一个环境，让他安心住在那里念佛，饮食起居照顾他，他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预知时至，他就走了，真走了。啊，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往生的瑞相稀有。啊，
活化的时候设立，向小丽在他那个小道场建了一个塔，设立塔，设立供养在那边。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光碟，是东北的刘素云去世。我一看到这个光碟，是2003年的，8年前了。他得的是重病，不治之疾。啊，他万缘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这病好了。这医院医生都感觉到非常惊讶，怎么好的？他是个老实人，我念阿弥陀佛念好的。啊，这个光碟值得流通啊，让许许多多得了癌症那些不治之疾的话，他是个好榜样。关键没有别的，就是夏莲居老居士所说的真干呐、啊！啊，是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你没有真干吗？没有真放下吗？啊，你还犹豫不决，还三心二意，那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一切法里头，他举的例子，举的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肉体给我们带来痛苦啊，特别是现在饮食都成了问题啊。真是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饮苦是毒啊，所有一些肉类，你看看，你去看看它的饲料，都是激素。那个东西吃了，怎么会不长病？啊，你再看看那些动物，啊，鸡鸭，啊，猪羊，你们吃的这些东西。你细心去观察它怎么长成的，你要看了之后啊，就再也不敢吃了。啊，现在吃的鸡，我听同修告诉我。啊，他们曾经在养鸡场工作过。啊，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长大的时候拿到市场去卖，多少时间？2个星期。2个星期就长成一个很大的鸡。它怎么长大的？喂它激素，喂它荷尔蒙。啊，没有昼夜，他用灯光照他，他没有办法休息，太困了，打个瞌睡，醒了，赶快喂他，可怜了，真可怜了。从前一只鸡，大概总养到半年以上，10个月才会杀它，2个星期。这怎么能吃？
我是在前年在山东庆云，我去参观一个养鸭的一个农场，那也很可怕，它比这个鸡还好，稍微好一点。那这个鸡你看两个星期，那个鸭的是六个星期就送去卖了。我参观这个厂的时候，这个厂里面的主人拿了一只小鸭放在我手上，跟我手一样长，这么大的一个鸭子，问我说，法师你看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我跟他讲应该要十天吧，最快也得一个星期才能长这么大了。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就问他，你们把它养大拿出去卖的时候多少时间？六个星期。真可怕了。无论在物质无论在精神上今天都给我们带来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痛苦。命苦。都在这个时代爆发了。这一节后面还有两句，今天时间呢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